亞姐杯經典大賽，所有馬匹已經入齊集，隨時可集，準備。好啦，閘門打開啦，所有馬都順利出閘啊，咁較為快少少啊，咁似乎就中檔嘅激烈啦，咁然後亦都係取勝避忌啦，咁啊內檔亦都青春永駐啦，咁啊閘大成高地飛步啦，咁啊呢個亞瑟飛騎話喺六隻馬前面平牌啊，再後少少嘅新門區啊，咁跟住亦都係有呢個一脈千聯啦，然後有接棒啊，咁大盤名戰古城唔夠快，呢個尾五位置，尾四就探查男，而尾三就寶礦獅山包尾嗰兩隻就係盈寶奇樂同埋呢個信息達標嘅，第一次過終點嘅時候啦，咁前面放頭啊。取勝避忌啊，似乎帶咗頭啊，首月第一位就激烈啦，咁啊內欄亦都係有呢個青春永駐啦，咁啊再後少少啦，亞瑟飛騎集大成，咁啊暫時守住第六位嗰匹就新門區啦，跟住亦都係有高地飛步啊，然後亦都係一脈千聯啦，咁啊再後少少係接棒啊，再後成四五個馬位之後，先至見到有寶礦獅山啦、名戰古城啦、探查男兒啦、包尾嗰兩隻就係盈寶奇樂同埋呢個信息達標啊，頭跑佢哋尾馬十個馬位開外噶啦，跑到對面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取勝避忌放頭啊。守住第二位就是這個激烈啦，內欄第三位青春永駐，第四位就亞瑟飛騎，後開始騎緊就集大成啦，外碟開始慢慢游緊上嚟新門區啦，再後少少亦都係有呢個高地飛步啊，咁跟住上緊嚟啊，亦都係有呢個就係一脈千聯啦，外欄慢慢游緊上嚟寶礦獅山啦，內檔嘅探查男兒啦，再後少少名戰古城啊，呢個接棒都褪噶啦，跟住呢個盈寶奇樂喺後邊嘅，開始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激烈放頭啊，取勝避忌都散咗噶啦，外欄開始慢慢游緊上嚟新門區啦，哇！寶礦獅山呢幾步好勁啊，內檔仲有青春永駐啊，跟住呢個高地飛步啦，然後探查男兒啦，出邊上緊一馬千聯啊，名戰古城都比較落後啲啦，入正嚟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激烈放頭，但呢個時候寶礦獅山幾個箭步將佢追過，內欄上緊亦都新門區啦，再後少少青春永駐，跟住呢個探查男兒高地飛步咁嘅，鬥到最後百釐米上，前面激烈鬥緊啲寶礦獅山，守住第三位就新門區，內欄上緊青春永駐，接近終點寶礦獅山壓過咗激烈，寶礦獅山贏。激烈第二，青春永駐第三，第四名是新門區啊！咁啊，結果就寶礦獅山啊，入到直路就壓到只激烈啊，都鬥咗一輪噶，直路初段。哇！早段六隻馬前面鬥放，就真係好似文傑你講啦，前面快咗就益咗寶礦獅山。好啦，2024年嘅玉馬謝杯經典大賽得主係寶礦獅山，我哋睇翻個重播。前面激烈放頭啊，取勝避忌都散咗噶啦，外欄開始慢慢遊緊上嚟新門區啦。哇，寶礦獅山呢幾步好勁啊！內檔仲有青春永駐啊，跟住呢個高地飛步啦，然後探查男兒啦，出邊上緊一脈千聯啊，名戰古城都比較落後啲啦，入正嚟最後直路啦。前面激烈放頭，但呢個時候寶礦獅山幾個箭步將佢追過，內欄上緊亦都新門區啦。再後少少青春永駐，跟住呢個探查男兒高地飛步咁嘅，鬥到最後百釐米上，前面激烈鬥緊啲寶礦獅山，守住第三位就新門區，外欄上緊青。青春永駐，接近終點，寶礦獅山壓過咗激烈，寶礦獅山贏馬，激烈第二，青春永駐第三，第四名是新門區啊。好啦，寶礦獅山啊，你個彎位呢度個攻勢都相當凌厲啊，撳住只馬都上緊嚟啊。明天古城啊，出閘已經慢咗啦，留到去尾三尾四，同預期唔係嗰個位，同埋亦都差好遠咯。其實青春永駐都算是跑得挺好嘅，即係佢喺前面有份搶。佢拉出去有喎，只馬。係啊，只馬真係終點前係慢慢追翻上嚟。不過始終前段啊耗力太多啦。我估沙地杜拜都會見到佢嘅。不過激烈都犀利。係。咁都算係美國頭幾名嘅泥地馬㗎啦，已經。亦都係三隻三歲馬包辦咗三嚿啊。咁啊，帕列特。在西岸騎了很久亦都做過冠軍嘅，所以都知道點跑，唔會留到咁厚噶啦，早啲發力噶啦會。今年騎咁佢全國騎師有排第二位啊，咁啊點唔夠好天信馬鬥嘅咁就，但係亦都係頂級噶啦，喺美國已經。即係都一套烏氣啊！先前肯塔基打比啊，叮噹馬頭輸個鼻。係啊。跟住貝蒙錦標又跑第三，係咁跑二三名啊，贏唔到啊！未在法國發展的法國騎師啊，嗰只取勝避忌加眼罩真的擺到在前面快又快啊，快就冇問題，快過頭係啦，係啊，真係快過頭。
睇下只名戰古城啊，沿途都挨打噶啦。即係正如賽前所講咯，即係嗰啲速度其實你拍埋美國馬係完全唔係嗰回事。即係其實好早已經唔要條欄啦，驚食沙啊，出咗去個二三碟嗰度。但係跑起上嚟就失望啦，今日。啊！呢度就寶礦師生啊，兜過佢喺個三碟嗰度上。萬位嗰段嗰個走勢好洶湧啊，寶礦師生。啊，反而另外一隻主堆馬就失望少少啦，嗰隻高地飛步啊，冇乜嘢睇到啊。嗯。咁或者其實上一場高地飛步都係帕列特贏，嗯，咁佢都繼續跑呢個寶礦師生啦，即可能喺呢個選擇方面都有啲預示啊。好啦 ，S 嘅第二場嘅暫定賽果，第一名係11號嘅寶礦師生，第二名係9號激烈，第三名1號青春永駐，第四名係13號嘅新門區。其實咁舊時呢場咧就係、是、其實上年都開始㗎啦，就係、是、用馬謝杯尾場壓軸好戲嘅。而家跑完呢場仲有四場跑，係啊，當地又跑12場，係咯，係咪要就翻東岸嗰個時間嗰啲博彩又唔知道，因為佢哋自己成立個匯合彩池嘅，就唔同香港嘅。嗯，好啦，咁睇睇 S 二第二場嘅預計派彩，跑第一名啊，11號寶礦師生獨贏派106蚊，位置派28蚊。第二名9號激烈，位置派17.5。第三名1號青春永駐，位置派16蚊。第四名13號新門區，連贏9搭11派190.05。二重彩11號9號順序派443蚊。三重彩11號9號1號順序派1296蚊。單 T 啦，1號9號11號派226蚊。位置 Q 9搭11派60蚊，1搭11派66.5，1搭9派39.5。好啦，咁啊，四匹三歲馬係除咗名戰古城之外咧，咁啊另外嗰三匹就包還咗三甲啦。嗯，嗱，寶礦師生咁啊，近之前嗰兩場就輸俾激烈，但係呢一場咧就正正反先翻呢個激烈啦。係啊，佢其實早段都幾落後啊，喺個尾三嗰度。咁係好事，早段前面都搶得好快。都估唔到有咁多馬一齊同佢搶喎。但係嗰只盈寶奇惡川田將雅就貼欄食沙嘅，成程都係啊。我睇見個騎師近期我都唔想揀呢只馬。好快在啲轉播賽都見到佢㗎啦，日本杯啊，有馬紀念啊，嗰啲都見到啊。佢有啲馬又好喎、啊。係。嗯。好啦，四連環預計派彩1號、9號、11號、13號派1056蚊。四重彩預計派彩11號、9號、1號、13號順序派21,444蚊。好啦，咁啊，傑澳之戀啊，咪計2022年之後咧，咁啊，今年咧再度勝出呢個玉馬謝杯草地大賽，你一齊重温下啦。第二場都福邦完畢，派彩作實。四連環1號、9號、11號、13號派1056蚊。四重彩11號、9號、1號、13號順序派21,444蚊。
孖寶啦 ，S 二第一場啊十一號啦，過第二場嘅十一號派409蚊，安慰獎頭關十一號，尾關九號派34蚊。S 二第二場啦，賽事時間2:00.78。好快啊！好啦，咁啊，兩場嘅玉馬者杯賽事都相當精彩，亦都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咁啊，越洋賽事好快又會再上演嘅啦，就係嚟緊禮拜二嘅墨爾本杯啊！咁啊，當然啦，一陣間喺沙田馬場亦都會上演10場嘅本地賽事嘅。多謝你嘅收睇，再見。